七夕情人节快到了，玉里镇公所和花莲县文化局共同举办了2022熊爱玉里七夕音乐会，现场邀请了67对夫妻接受表扬，分享婚姻的秘诀，共同见证玉里镇的浪漫。热情活力的青年台上劲歌热舞，而接着还有热门乐团深情传唱浪漫歌曲。玉里镇公所这一场2022熊爱玉里七夕音乐会，浪漫的事还不止于此。53年，你最喜欢他哪一点？他很蛮照顾家，照顾家里。他很老实，我骂他他都不肯去。脾气很好。对，脾气很温柔。有时候稍微有一点脾气我就走了。30年了。结婚在一起30年的秘诀在哪里啊？听老婆的话。听老婆的话。对。幸福的秘诀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最喜欢老公哪一点啊？诚实、善良。那老公呢？你喜欢老婆哪一点？漂亮。迎接七夕情人节，玉里镇浪漫大爆炸，邀请67对金婚金钻的夫妻接受表扬，分享婚姻秘诀。而玉里镇代理镇长江东城颁状庆贺，也分享每对夫妻的爱情喜悦。从这个钻石婚一直到这个同婚啊的对数都有，总共是有67对的。我们都希望，燃起你以前，你们两个是怎么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啊，一个浪漫的一个过程啊，让你聊起你以前，相互之间的一个相处啊，相互之间的一个浪漫的一个状况，也让这个也很多这个未婚的男女啊，也利用这个机会啊，能够多认识一些朋友。这场浪漫的活动是由玉里镇公所以及花莲县文化局联合举办。代理镇长江东城表示，希望透过音乐传达对大家的祝福，也让各地游客见证玉里的缤纷与多元。地方社团协会舞团轮番上台表演精彩的歌舞，现场还有各式各样的在地美食摊位。2022熊爱玉里七夕音乐会在盛夏的夜晚，让玉里镇沉浸在浪漫与幸福的氛围里。记者石玉兰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